朋友们，欢迎来到位于中亚的塔吉克斯坦，在我身后就是它的首都杜尚别，很高兴有机会能来到这里。塔吉克斯坦常常被称为世界屋脊，它是一个多山的内陆国家，人口大约900万，与阿富汗、中国、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接壤。它有丰富波斯遗产和历史，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和丝绸之路的时代。这里的官方语言是塔吉克语，但俄语和英语也被广泛使用。宗教是伊斯兰教，97%的人口是穆斯林。大家跟着我一起去看吧 ，Let's go！ 这就是伊斯坎德库尔，一位亚历山大大帝湖，它是冰川湖，是塔吉克斯坦最壮观的旅游景点之一，距首都杜尚别近130公里。然后有很多的茶，有很多的咖啡，很多的鸡蛋就可以然后加油旅行。
一个自助餐。